那个囊中羞涩，没钱买下酒菜，要不跟你老妹借点。别打了，姑爷，大头要出远门，只能坑表弟了。喂，梁姐，哪呢？表哥，我在抓龙虱呢。500块一斤的龙虱？对呀、啊。位置发来，位置发来。嘿嘿，飞哥，下酒菜有着落了，搞家伙啊！你看啊，有这个好抓。那枕头可以不垫，蚊帐不能没有，晚上怎么睡？来，刚好来。仔仔，晚上有空来我家呗，我一个人不太敢看恐怖片。好，有空我过去。面面的美女就是热情又主动。这个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，走。像我这样的老百姓，这桥不行了，要修啊！哎呀，哎，表弟，搞住了！你看，抓到了几只？先开，我们有装备，你帮我们提走。表弟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桶拿来。有抄网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抓一只？我抓两只给你看。给你过来游。哇，漂亮吧？哇，比我表哥厉害多了。哇塞，梁姐，过来。表哥，你看我也老大不小了，还单着，家里吃得急啊！你路子这么广，帮我介绍介绍呗。路子广有什么用？还不如用妹妹 APP。你看，很多同城的单身美女都在这上面找对象。现在从左下角进去，就跟你匹配10个单身美女，能语音能视频，基本不出一周就一起见面吃饭。现在女多男少，女生特别主动，脱单机会特别大。咩咩，好嘞。一斤多有了，走，今天的下酒菜是500一斤的龙虱。下酒菜是有了，问你酒没有啊？没问题，我表弟有，我们去做下酒菜了，等你的酒啊。我没有啊。等等，水开了，嘿嘿，抄一下水。好油，撒一下。辣椒、姜、葱，表哥，酒来了。这么假，还用得着下酒菜吗？就是，够水喝呢。我也想买大的，实力不允许啊。多了，那个杯子多了，哎。好吃，有点像蟹肉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酒啊，太少了。来，朋友哥，说啊，菜还这么多，喝小口点。嘿嘿嘿嘿。